在西安，现在是1800吧，1800多、800多吧，可能还会，但是已经到顶了。它到了这个拐点，已经应该出来了。最高的时候是一天172吧，今天我听的是63，它一直在往下降，因为他们采取极严格的风控，这个防控以及防范这种分级的方法，基本上是防控，所以这样的话，现在看起来奏效了，奏效现在开始下来了。